大家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叫 PK3 的这个 NDCPL，现在是 ND64 加 CPL。画质还不错哎，刚看到反光，皮面的反光，皮面的颜色变得比较，还有玻璃的穿透度，呈现不一样的结果。蛮有趣的ND 的妙用，ND64 CPL。如果说你看我的皮肤哈，油光，看我那额头，有没有看到？哎，没有错，CPL 在人像的表现上呢，可以将油光反射掉哦。你可以试试看，蛮厉害的 CPL，PK3，谢谢。